吸入新鲜的空气和宇宙间的正能量，缓缓地呼气，呼出体内的病气、浊气和所有的负面情绪。深深地吸气，吸入新鲜的氧气和宇宙间的爱。缓缓地呼气，呼出内心的焦虑、恐惧和所有的负面情绪。现在，你的内心完全平静下来了，你的身体也开始放松下来了。从你头顶的百会穴涌出一股能量，顺着你的头皮向下流淌，酥酥的，麻麻的。这股能量流淌过的地方，也随之放松下来了。你的头皮开始放松了，你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和它们周围的肌肉放松下来了，你的脸、嘴巴和它们附近的肌肉放松下来了。你的脖子和脖子上的肌肉放松下来了，你的肩膀、手臂、手和手指完全放松下来了。你的躯干和躯干的肌肉放松了。你的臀部、大腿、小腿和脚也完全放松下来了。现在，你已经完全放松了。你感觉自己如同漂浮在空中，明明摇摇。现在，张开你的双臂，用爱来迎接新的一天。去感受自己的力量，感受你呼吸时的力量，感受你爱的力量，感受你宽恕的力量，感受你改变意愿的力量。力量是练出来的，无论是身体的力量还是内心的力量，当你找到适合的训练方法，都会得到稳步的提升。身体有力量，可以让你更美、更自信，而内心有力量，才能决定你真正的生活品质。
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我们生命中、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。我们的内在力量不是外来的，它是本自具足的，它原本就隐藏在我们的内在。只是这么多年来，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去使用，去汲取它们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要使用自己的内在的力量，去创造美好的生活。亲爱的小伙伴，你是神圣伟大的存在，你拥有美好的一切，你拥有所有的美好，你有足够的力量，你的内心足够强大。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直面你内心的恐惧，去穿越它。现在，在你心里梳理出一件你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实现的梦想，让你的内心充满了力量，你有能力可以实现，你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实现它。接下来，我从三数到一，你将会清醒过来。三，你慢慢的清醒过来，你能感受到你的内心的能量越来越强大，你越来越有信心，你内心的恐惧正在渐渐地消退。你越来越清醒了，你知道你有能力可以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难题。一，你完全清醒了，你充满了自信，你有信心在短时间内实现一个新的突破。好，接下来搓日双手，玉面梳发，想好的事情要去实现哦，先挑一个难度不是那么大的，然后去实现它，好吗？